所谓数字对话就是所有的动，所有的壁画、文物、陈述，通通用数字把它存起，永久保存。敦煌保存到现在最古老的洞窟已经1652年，它已经是非常衰弱的一个楼，它有带着很多的病害，不治它就没了，就永远没有了，世界上这个东西就不存在。风沙的危害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，把壁画就磨没了。天然的水带有各种成分，移动到壁画的后头，一潮它就死，一干它就收缩，这么来回折腾以后，一般人叫起皮，我们叫起甲，风一吹它就回去。法院长在80年代末期第一个提出来的做的数字化科学档案，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受援国，这些年呢我们科研人员的不断的攻关取得了一些的这种原创的技术，现在我们敦煌研究院每年都为国际培养大量的文物保护人员。数字敦煌的，即使一开始遇到了挫折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，他依然在寻找，或者是等待这种技术它的最终的成功。躺下就想敦煌，醒过来还想敦煌，我也没想过吃啊穿啊什么打扮啊，这个都跟我没关系，这就这么点事儿，成了我生命中间不可割舍的一个。